该下雨的机会多，位在海拔200到400公尺的礁溪林美山佛光大学，经常就像这样云雾缭绕、山峦叠翠、山岚盖顶的风貌。美好的学习环境、与世隔绝的校园景致，常让师生觉得好像在天际修行一般。因此，当初在开垦佛光大学时，星云大师就依照学校科系、地缘风情，以巨大石块雕刻出运用佛书上描述的各种天境加以命名。来到最靠近师生上课以及行政大楼，最常看见风起云涌的云起楼时，这里被命名为自在天。而在靠近教职人员研究与休息的香云居，大师称这里是善慧天。在佛学院以及理工学院，还有广妙天、净居天等令人省思的称号。此外，还有16亭桥以及云水轩等特别的校石地标。就如进入佛光大学校园，德佑大道旁离垢天的校石训示，星云大师号召百万人心学的佛光大学，希望进入学校的大学生可以经过书香浸染，远离尘垢，获得智慧。雪穗新闻吴玉如、黄太郎、宜兰采访报道。